跟你讲，来到这边呢，我首先先看到的，我们斜前方有一个绿世界生态农场。Yeah. 对，我接下来要带我弟和我妹的小孩去绿世界看各种动物。对，重点是他为了去这个绿世界，刚刚还直接订了那个胡椒鸭的餐厅，就顺便了。我直接先订位，直接去吃那个胡椒鸭。对，这样这个行程就是很好，就是北埔这一区，你就是有吃又有玩，很完美。我先赞美一下那个老板，因为刚刚老板直接一人送我们一只鸭。谢谢老板，真的，这几天有缺鸭的时候还送我们。对啊，因为我真的要出去的时候，小赖，送你们一只，然后我就开，我就看到，哎，好像没了。最后三只演的蛮像的，真的是他有犹豫，你知道？来给我们，对，大家记得去吃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它的店名很酷哦，就上面那个。SRC， 对，它的店名就是 SRC， 它是一个民宿，它评分有4.4分，对，然后有2000多个评论，哇哦，是很高的，那是真的很厉害，对啊，你要，哎，它外面有这种拿枪指的人，如果连云涵在这边跑步，可能就会超级合理。什么？要跑看看吗？你当我爱丽丝梦游仙境？你这边跑进去看看。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指导我？为什么我们一起？好，我们一起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好合理哦，好合理哦。发现我们的分量都非常庞大，这里北埔就是讲究经济实惠，但是就是小朋友的天堂啊。嗯，这个炸物品，炸物品牌。你那道是？我跟你讲，我吃的这个是咸猪肉套餐，因为炒咸猪肉呢是客家菜的代表之一。对，听说呢老板的妈妈独家腌制过的猪肉，味道非常的够，它不会太咸，而且猪肉也非常的软嫩，不会咬不断，是一道非常下饭的料理。那我的这道是奶油炖鸡意大利面，那它的奶油甜味不会太奶，也不会太甜，所以整个白酱缠着面条就很入味，然后你搭配一些花椰菜、彩椒，颜色就看起来很丰富、均匀，而且它鸡肉有事先煎过，所以吃起来外皮有一点焦脆，咬到里面的鸡肉就非常的软。哦，对耶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披萨。哦，它的披萨味道很够。嗯，我这个是茄汁培根德肠披萨，然后它整体是四方形的，就不是那种圆形的这样子。嗯，所以它饼皮的四周就非常的酥脆啊，然后底层很 Q 弹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它越嚼就越甜？嗯，然后馅料里面东西非常多，有培根啊、德式香肠、花椰菜、香菇等等堆起来。嗯，搭配的茄汁的酱料，整个脆脆的非常好吃。它这个没有，完全是非常厚的，让你在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料跟酱的混合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刚刚我们跑进来的时候，对，它门口也有贴客庄券可以用，就这种也可以用，对，使用很广哎，所以它的范围其实非常广泛，不管你今天要吃客家小炒啊，或是想要吃美式的各种，只要它门口有贴那个客庄券的东西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500元折价哦。但我刚好是没有抽到那个，所以请约一个有抽到的朋友，然后带他来这里玩。时尚玩家辣海鸥即将破百万了，赶快加入时尚玩家辣海鸥，参加吃货通的活动。没错，连续一整个月有优惠不间断哦。那到我们的指定的餐厅，还有人气下午茶甜点、饮料店，出示赖好友就有享有超优惠的折扣。这么好看的资讯，现在就赶快加入吧！